当家里有个捧场王，当我心血来潮想做饭时，哇，妈妈，你金波没有上洗的黑。当我焦虑是不是又胖了？没关系，妈妈像我这样还可爱。当我逗他出游计划取消，我们今天不能出去玩，妈妈有事。妈妈骗你的，跟你开玩笑的，快收拾好衣服，我们马上就出发，走。今天的车跟七七挺搭的嘛。那当然，这是长安起源 A05 数字化身微笑千里，还是隐藏式门把手，好看吗？可以在车上用10.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全系标配13.2英寸高清触摸中控屏规矩。它的360度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，相当于540度上帝视角，开车不用担心扭矩。哎，对了，11月11日长安起源音乐节幻乐季马上就要来了，听说有张韶涵、徐怀钰，还挺想去看的。生活中有人一直捧场，有多重要呢？它像个小太阳，一直给你正向的提供情绪价值，不用担心精神内耗，让我的内心世界更加富裕。